你怀孕了。嗯，我怀孕了。你怀孕。贝奇还在外面，我现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，爸妈先不要让他们知道。那不管生完孩子之后会不会有争执，华安跟他妈是不可能会分开住的，他们不会愿意的。那你呢？你也不愿意吗？是不是我手机在响啊？你是不是想搬出去住？居，你真的是居？我的样子跟你想象中的差很多吗？无论居长什么样子，我都没关系。我喜欢的是居的才华，只是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。毕竟居他是那么神秘，又从来不露脸。可是你该不会是诈骗吧？所以你真的不相信我就是居啊？我不是不愿意相信，只是身为一名铁粉的我，绝对不容许有冒牌货假冒居的名义诈骗粉丝，破坏居的名声。连你这个铁粉都没有看过他的真面目，你要怎么应证？哎，你是从哪里找来这个人的？就在一个音乐论坛上面打听一下，然后就联络到了。你这个音痴，以为在论坛上随便打听就可以找到网络歌手本人，你太浅了。喂 ，Hello， 两位，我本人在这。现在还没办法证明就是真的居啊。没想到身为居的我竟然有一天还得向人家证明我就是居。好，你想我怎么证明？这首歌是居什么时候创作的？7月2号前往朋友婚礼的飞机上。什么时候在网络上发布的？8月13发布在自己的 IG。这首歌的歌名是 This Summer is Killing Me。 难道都错了？不是，是都答对了。他就是居啊。不一定，我刚问的问题只要是铁粉是有心人就肯定答得出来，一定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证明他就是局。啊，被人怀疑了。Hello， 很高兴认识你。怎么了？妈，我跟你说的那些真的都是真心的，我也很想跟你去旅行。之前是因为我的关系让你很难过，所以我想借由这次旅行
让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相处啊。那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要出去找房子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……那这张租屋资讯是哪里来的、啊？看起来不像是中介发的，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这些资讯不是我用的。那是谁？是别人做的。谁做的？为什么要给你这个？啊？有什么人会劝人家一家人要分开住的？佩儿，一家人没有什么好不能说的啊。如果不是你查的，你就直接大方说出来，直接告诉妈。说不出来了吧？因为要搬出去的人就是你。妈，我知道，我老了没有用了，我让人家嫌弃。你们年轻人有你们的人生，不想被连累。我这个老不死的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你怎么会这样想啊？不需要，妈，我这一辈子都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。妈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真的没有要搬出去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来安慰妈就好，你先回房间吧。所以你现在也认为？我现在不想跟你吵这些，你先回房间。这样子我很心疼你。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儿子，我怕我怎么解释他们，他们一脸就是不相信我的样子。我其实很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要怂恿他跟我妈分开住。我只是想来提醒你，能不能也分一点心给佩涵。我说不想去就是不想去。既然妈不想去的话，我们两个人去吧。这次两天一夜一开始也是妈提议我带佩涵去走走的，不是吗？是我怂恿俊凯去追加。